上开学了，我今天睡店里打地铺，吃的喝的都准备了，你一起吧。睡店里打地铺？啊，对呀，而且我们是睡在小窗口下面，我马上就准备好了，你待会儿一起来好不好？好，等你哦。就你一个人呢？啊，还有我呀，妈妈，我不是人啊。姐姐，啊，哎呦，谢谢你啊！但今天可不止我们两个人呢，有些人已经等很久了。是啊，还有谁啊？我现在不把他叫过来，待会儿突然之间出现，很吓人的。你怎么待在这里啊？他自己说要待在那儿的，说我们这是女生睡觉的地方，男生不方便，很讲究的。哎，对不起，我当年住在小巷口的那位了，他们都那样叫的。哎呦，搞了半天，你这个饺子是为他准备的是吧？结束什么呀？这里吃完了，我不晓得去糖妈家里面拿呀，买呀，对吧？那我叫你叫吃，叫辣椒，再来点糯米。哦，那我来个烤箱苹果。不是，他们俩这就开始了。哦，我今年上一年级了，一起去小巷口。姐姐，你快去给我拿，我都饿